主要咧就係有六寸 mon 嘅屏幕啦，咁而呢部六寸 mon 嘅屏幕嘅話咧，就但係佢亦都有一個 5.5 寸 mon 嘅手感嘅。原因咧就話佢嗰個屏幕嗰個邊框方面咧係超窄邊嘅設計，咁所以呢部機量咧係一部全球最窄邊六寸嘅屏幕嚟嘅呢個。咁啊，主要嚟講個屏幕夠大啦，咁但係嚟講個操作方面都係好方便嘅。咁因為我哋內置有一個單手操控嘅模式啦，咁你令到可以call個細 keyboard 出嚟嘅話咧，或者細畫面出嚟嘅話咧，就可以個屏幕個界面咧就會係縮細咗，令到你餐單手方面咧都可以容易操控啊咁樣。無論左手又好，右手都好嘅話咧，都係可以容易操控嘅呢個。咁除咗屏幕大之外嚟講咧，嗰個鏡頭方面都係呢部機嘅重點之一嚟嘅，尤其是一個前置鏡頭。因為呢部機嘅前置鏡頭方面咧，一方面有1600像素啦，同埋加上咧前置方面咧有一個OIS 呢個防震嘅效能啦，主要重點就係呢方面啦。